老装备啊，老装备，五克的平整银色的，今天用了这个无刀刺的狗，因为掉了也要放的啊，来试一试。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了，所以说找的地方，找温水的地方，找温水取身，稍微带一点流的地方。然后这样呢，就相对来说要好钓一些。这滑的这个鱼啊，就是亚罗啊，它属于冷水鱼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是11月2号，其实这个水温对于他们来说一点都不低。这个要一斤多了。